一起走出户外，来到台南动物园，都可以像这样，一般游客就可以这样打开栅栏，一起来近距离的接触这动物哦。可以看到，牧草拿在手上，非常靠近，他们就直接不止一只哦，非常多只，对不对？他们非常的接近人，对他们也很温驯，我们就可以靠近它，然后喂食它吃一些牧草。他们完全不怕生呢，对，吃东西非常疗愈，你还可以近距离趁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拍照。不过呢，这个动物园这边其实不只有羊驼这么亲近人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动物都是可以互相靠近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袋鼠吧，走吧，来喂食袋鼠喽。我们现在呢就开放式的空间，接着要来喂袋鼠。不过可以看到这袋鼠非常迷你小只，要怎么靠近它呢？我们首先要先蹲低，就是让我们的身高跟它差不多的距离，这样它比较不会害怕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前进，让它看我们的食物。我把它丢在地上，就是，让它靠近一点点。所以等一下它就会过来吃。你看靠近了，非常可爱。而且呢，这袋鼠跟我们一般认知上那种袋鼠2公尺以上的，差很多，这迷你版。对，我们这个叫做藻林袋鼠。藻林袋鼠，它最高大概几公分？我们大概50公分差不多。50公分，非常迷你。所以呢，要让它非常亲近你的话，秘诀就是要跟它一样高的视线，降低我们的身高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牧草它喜欢吃的丢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看到呢，来到这台南动物园呢，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靠近袋鼠。熟哦。